红颜，你就说要那样子尖尖的火箭筒哎。是。哎，这个要慢慢琢磨，对对对，慢慢还但是你我的，太急了。对对，但你的意思你都明白了，哎，现在你能指挥你的身体了，啊，能指挥了，只是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太抽象了。其实声乐是非常非常抽象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光用语言说，明白不明白？哎，都明白，但是做不到。好，那什么时候真正的能明白？当你的身体能做到一点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好多，我原来的学生好多，我说完了以后，当时觉得，哎，这个文字都明白嘛，是不是？这字都明白，道理也都明白，但是身体没做到的时候，他一直理解不了。当他身体慢慢做到了以后，他说，哎呀，这是王老师经常说的呀，他一下就都更明白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你的身体现在蛮好的。能做到很多了，能做到很多了，而且这个地方今天这堂课，哎，进步太大了，真的进步高太兴大，了。进步太大了。哎，这首歌相当难呐，这首歌，是吗？这首歌很难呐，这首歌音乐学院也是毕，音乐学院也是毕业的曲目。你要开独唱演唱会，有这么一个曲子，那也就是分量就有了。